边也可以躲吗？啊，这边就是让你躲的地方。OK， 近距离看鸡鸡。哦，哦不，说鸡鸡到，我钥匙，我可以关门吗？可以。OK， 我暂时是安全了。Fuck！我的爸，这鸡鸡好可怕哦！他刚刚是……哦不，你鸡鸡讲太多会不会剪精华？被苏珊娜关切，鸡鸡，苏珊你关切我啊 ！Fuck！ 啊！你大叫了哇！我不知道，完了，我之后都要被当成那个了，被鸡鸡吓到的白痴了，哈哈，他被鸡鸡吓到，哈哈。重点是，我也很讨厌那个转角突然就遇到鸡鸡的那种，像这样子，我不喜欢。啊！让我出去！玩这种恐怖游戏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在那边待那么久，你一直待反而只会更害怕而已。这边是牧场，这边是他的家，我等于踏进了他的巢穴里面。According to my map, the exit to this area is locked, and it can't be opened from your current location. Looks like you'll need to get up there where that blue light is. 他说我需要到那个蓝色的地方，除非我要回去实验室，不然的话我应该都不用担心遇到他。找到一个水管。Fuck！ 为什么他在这里？为什么他不是被关在后面了？哦，哦对哦，他会踹门。对哦，妈妈妈妈，我想要去看侏罗纪世界。我们家里有侏罗纪世界啊，家里的侏罗纪世界。我被抓到了吗 ？Fuck！我可以解释，我可以解释为什么我被吓到，就是不准笑。先让我解释一下，就是你没办法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碰到你。我知道他跑得比我快，但是我没办法预期说他什么时候会抓到我。而且后面有那个闪光的特效，还有那个鸡一直摇头就很可怕。好啦，鸡摇头是蛮好笑的，我比鸡还激动。啊、好啦，至少我知道鸡鸡吓我是什么样子，好不好？我不会再被吓到一次了。啊！为什么？好、哦，再让我解释一次，刚刚这个不算，因为我刚刚以为我蹲进去了，我不会再被吓到一次。我想说，我安心了。我不会。然后他在那边，我该怎么做？有没有生物专家可以帮我解释一下？现在我有什么选项？你有硬干跟硬干的选项。上啊！我不要。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那个感觉，就是你在钻进去一个小的地方的时候，你的头也会想要跟着钻进去，有那个感觉在。有没有看到我每次视讯镜头，每次在钻那个地方的时候，都要整个头一起埋进去？啊，是那个吗？快让我上去！快让我上去！快让我上去！为什么你不让我上去？为什么他不让我上去 ？Why？ 我换一个战术，我一开始就按，对不对？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不是我想象的样子，但我过了。不用跟他归啦，直接冲就对了，其他中路。啊、哦！梦猫，感谢。啊！梦猫，梦猫叫我，梦猫。默默，感谢你的连续订阅。You wouldn't want to hurt me. 我不想要，我不想伤害你，我只想要离开而已。拜托了，拜托，拜托。
我只想要离开而已。I was able to break free and escape. 没有人类可以阻止得了他。不，他是最强壮的机器，他是最强大的存在。I'll give you a chance. Just open that door, and I'll give you your freedom. Now, 只要开这个门，我就可以离开。Got that? Now, come back.What the fuck? 他想要害我，但是机器在害我。他在迷幻我。我要回去战胜机器了。我真的不想要跟这只机器做。哎，这就是我的家了。His name is Eric. Eric. He created this place. Eric 创造了这个地方。Eric 造成我们的痛苦。Eric.Is evil. Eric 是个怪物，所以学长有可能是 Eric， 然后他欺负吉吉。You and I, we can stop him. 我们可以一起阻止他，但是要怎么做？快跟我讲 ，Sebastian。学长，快点跟我讲，不然我要……哈哈哈！学长，我就踢背给你了。I doubt he told you that. This place has gas pipes running behind the walls. If we pump sleeping gas into the pipes.We can put the chicken to sleep. 对啊，难道说鸡鸡才是好人吗？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护鸡鸡 ？You would also fall asleep, but I'd just wake you up, plain and simple. At this point, that seems to be our only option. 学长，如果你要演的话，至少演的好一点。You'll need to let the gas. 至少也要演一下。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we speak before I wake you up. 学长，你连演都不演了。Then I'll just say it's been a pleasure. Eric.我觉得我要保护吉吉，我试试看。没办法，不行，我不能，我不能欺负吉吉。我突然觉得他好可爱。Hooper 回来 ，Hooper 回来，乖吉吉，吉吉乖回来。没关系，没关系，你先过，你先过。吉吉不要，不要，不乖，你不要打错，打错。机器好烦啊！这边一定有什么其他秘密。机器，这小机器，他们好可爱，他们最纯洁的样子，我已经不太懂了。哦！哦不，不对不对，我按这个就表示我要回去放瓦斯了。吉吉不要，我们可以解释。吉吉不要，我可以解释这一切。不是，我不是故意的。Fuck， 我好像被发现了。我很抱歉，吉吉，我很抱歉。如果说这是坏结局的话，我应得的。Did well as an intern, and I'm sorry I had to end. 这不会真的是 bad end 吧？ Your sacrifice is in the name of science. 拜托，鸡鸡，快醒来！ Eric, how did you? It's over, Eric. It's over. Please, don't. 鸡鸡吗？还是 Sebastian？ Please. 哈，有枪声，那就只有代表一个人。是 Cooper 对不对？吉吉 ，Sebastian。I killed Eric. He's gone. He can't hurt us anymore. Cooper's also gone. Cooper. It's better this way. 哦，他把 Cooper 杀掉了。Too much pain and anger. 他连你名字都不知道，渣男。学长的爱都是假的了。I am human. 杰克费特，结束了。哦哦 ，What the fuck？ 所以没有其他方式可以拯救 Cooper， 他只是想要拯救他的小鸡鸡而已。这部精华剪进去，真的会被 YouTube 关怀。